印度尼西亚。哇，哎，老奶奶。妈呀！你妈？你的妈妈？谁妈？谁妈？小美呀，小美，小美，小美妈妈。应琪妈妈给的消息果然不错，你们真的在这里啊？妈，你来这干什么呀？你还问我干什么？我听说你把房子卖了，是不是？我卖房子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就问问你，你怎么不跟你哥哥商量一下，你这把房子卖了？我凭什么跟他商量呀？我爸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，是不是我花钱养的？我哥一分钱不挣，那房子是不是我花钱买的？我想卖就卖，关他什么事情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干嘛急着要卖房子啊？你认识的那个有钱的朋友，他不是富二代吗？你之前不是跟他借了一大笔钱吗？我听说他人都出事了，那正好这个钱就不用还了呀。你把这个钱拿给你哥哥用，不就正好吗？妈，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怎么？我借人家钱，就算是他真的出事了，这钱我也是要还的呀。那你就不管你哥哥了？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你狼心狗肺呀！你没看见你哥哥现在都家都没得回吗？啊！你现在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你现在为了钱，你什么情分都不管了，是不是？行，既然您都说出这种话了，就为了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那行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切，我钱一分不会给你们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我还活着，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个无名的东西，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？就知道让你儿子管我要钱，哼！我不管，你把存折给我，我自己保管。给妈。对，我管我儿子怎么了？我儿子没像你这么没良心，真是的，真是，哼，没良心的东西，真气！你快点，你自己想想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生了我，你养过我吗？你每次打电话除了管我要钱就是要钱，你说过一句嘘寒问暖的话吗？问就这个儿子好是不是？他孝顺过吗？他给过你一分钱吗？谁孝顺你看不出来啊？我儿子没你这么狠心，你恨不得把我杀死呢！你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今天把话说在这儿，你要是不给你哥哥钱，哼，我就不活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你，哼，你看着办。对，看着办，打死你！不理他。不难过了，我等你的消息。阿姨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阿姨，你要不给钱，我还来找你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来找你。你别惯你这儿子了，他一点没出息。是的，你回来，我给你钱。